西出阳关无故人，这句诗的作者，他的朋友圈中最有可能没有谁。 A 杜甫， B 白居易，请作答。三二一，时间到。有分歧了，有分歧了，有分歧了，谁会第一个跳下去？好，此时的心情怎么样？你觉得你是不是胜券在握了？你一定对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谁胜率比较高？我觉得这次我查过，肯定这个对的。我真查过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谁 ？OK， 选定了啊、哦！有信心的往下跳。白居易，白居易，白居易。谁？啊！三，二。一跳，